要续编陪我睡，全场记者暴动啦！一二三，这真的很久哦，原来是谷谷，他担任雪基金一日店长，是说最近很常看到他耶，商演代言忙不停，应该也赚不少吧？是，收入还不错。我最近有点弱，我觉得还好，但是我觉得开始有这个就是能力可以帮妈妈负担一些家里的开销。妈妈会不会说，哎，你可以不用为家里付出那么多，自己留一点当结婚基金？没有哎。对，妈妈也不会指你的终身大事。我从小我妈都一直说不一定要结婚啊，不一定要生小孩。我觉得好像每个家庭都这样，只要妈妈看到儿子交女朋友，都会就是一开始都会用很严格的那种去检视他。那一直以来，我觉得像不管是你交女朋友，或者是你真的未来你有结婚的话，那都会有这种你的相处之间有这种婆媳问题。那我个人认为，就是妈妈跟就是你的另一半的问题，其实是你的问题。你要够有这个智慧去解决。像以前可能大学的时候，会比如说母亲节是要自己女朋友送一个礼物，或是写个卡片。你要让你的另一半知道你是很孝顺的妈妈，他才会也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。怎么会照顾婆媳关系的谷谷，却没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？肌肉拉伤，哪里？肩膀啊，不可以游跳太多了。什么跳太多？可以。不比较不好睡，就找不到一个肩膀的。就没办法在那边躺一个人，就是不是、睡不好，就是一个人睡，当然是一个人睡啊，但是你要陪我睡。我说哎，你这样子职场性骚扰，什么意思？没有看到，不行，我可是你知道，我可是黄花大闺女。